另外呢，还会传满燕童子，大家看到的满燕童子在那边那一尊的满燕童子，那个叫宾杰拉童子，宾杰拉，他的那个咒语是比利云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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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咒语是比利云嘎。他的真正的名字是宾杰拉，宾杰拉，比利云嘎。啊，这尊满燕童子啊，帮助师尊很多。哦，他很厉害的，满燕童子很厉害的。这个现在不能讲，讲了会把台湾雷藏寺击爆，这恐怕这个容不下那么多人。这一尊很厉害，满燕童子，我会讲他的这个。其实满燕童子就是荷叶童子，荷叶童子就是那个宾杰拉，宾杰拉童子，宾杰拉童子。啊，这一尊，不要那讲，要求啊厉害。要求啊厉害。求什么能够给你什么？好，我很喜欢呐、啊，我很喜欢这一尊这个荷叶童子、满叶童子，那满燕童子、荷叶童子，这宾杰拉童子。